我接受你的道歉。今天不是给你吃的。我接受你的道歉。啊、嗯，算了，我接受你的道歉，好吧？没有见过你这么脸皮厚的。What？ 我回来了。这是谁买的？妈妈给你买的。赔你道歉了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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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不算是赔你道歉吗？还怕你挨饿。绝对不是赔道歉啊！我又没错。那不是你的错，又是我的错。反正不是我的错。那谁的错？谁的错？爸爸。他们说。你们俩都有。两边不得罪。这个儿子好，这个儿子，哼。我就算你赔礼道歉了啊！这个买的吃的啊，看一下是什么好吃的。那给我，我不给你吃。别！我算我算赔礼道歉，我算你那个。我算你那个。我不道歉。我算你那个。我接受你的道歉。今天不是给你吃的。我接受你的道歉。啊，算了，我接受你的道歉，好吧？没有见过你这么脸皮厚的。难得哈，给我道歉了啊，还蛮吃亏的。绝对没有哈，绝对没有。不要他这个骑电动车过来，我想想算了，省得他等一下，到时候啊，在网上啊，这个大家都说，哎呀，没有保住底线，还买吃的回来给我，哎，我都不好意思啊，哎呀，没事，都是我的错，好吧？嗯，看见买什么吃的？哎呦嘞，哎呦还炒粉哦。还加了我最喜欢吃的鸡蛋呢，不错啊！这怎么像是好像不是新炒的，又是你们吃剩的？不是，是你儿子剩下的那个丢人吗？就有点过分了。来来来，这是你们吃剩的吗？不是，不是啊。那下次的话，你们吃剩的也没关系，拿到家里面来，爸爸吃。就不怕里面有口水，都给你们换屎尿片了，我还怕你们的口水。没事啊，来，赏你一颗青菜，祝你茁壮成长。来，狐狸，赏你一颗豆芽，祝你越来越逗。这么有面子，还是吃一个豆芽。人间绝品，非此炒粉。看来我老婆真的是认错了，而且还很有心啊。放了鸡蛋，这鸡蛋在哪里？这么喜欢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吗？啊！你等一下骑电动车载我去二哥家拿行李回来好不好？我没有给你丢东西就不错了。行李还没拿回来。我是看在你前两天连续煮了三天的饭的份上，我再给你带份粉回来。啥玩意啊？我会做饭啊。陈乐会做饭又怎么样的？丢人吗？不丢人。楚楚啊，这次就算我原谅你了，下不为例啊。真是好吃，是啊，诚意还不够。如果这女人呢、啊，诚意如果再好一点，加个鸡腿什么东西的。梦里啥都有。夫妻吵架，床头吵架床尾和，一天不吵，这个闹得慌。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，打是情，骂是爱。不打不骂是祸害，我觉得还是在做梦似的。是我是看在你给我道歉的份上，我才给你买的炒粉。我给你什么了？你给我道歉的份上、啊。我给你道歉？你开玩笑，我会给你道歉？干嘛？叫你送给妈妈吗？我送给她的，哪只眼睛看到我送给她的？我左眼睛右眼都看见了。瞎扯淡，我会送给她。他给我道歉了，这我就算原谅他了。这期视频啊，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，还是得学学我啊，怎么去疼老婆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